早上好，就是每天早上，就每天早上我们要经历的，还是非常不习惯对着镜头讲话。Anyway，coffee 啊，收拾收拾。All right，现在是1:50啊，这是没有那么糟糕。是我第二次用 AI 啊，这个面板真的很难操作，它的钢笔啊什么，就感觉跟 PS 完全不能说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很多操作非常的别扭。Anyway， 肚子饿死了，吃饭。包个年糕，但我好像没有培根了，看来得去趟超市。Let's go。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挺冷的，现在感觉还好。还过得去。闲者模式就有一种晕眩状态，不管你喝多少咖啡都没有用，那种空虚，工作效率为零，就这段时间就很痛苦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，我一会儿有一个 meeting， 还挺远的，我可以坐公交车过去，1个小时，我也可以坐车过去，20分钟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得打一个电话。Yeah， Hi， this is David. Yeah， fine， fine， okay， yeah， yeah。Yeah, yeah, of course. No, no, no. Oh, yeah, we can meet at 4:30. Yeah, yeah, see you there. 多了半小时。So. 给你30分钟，你能干嘛？看油管呗。啊，当然。我在导之前的文件，并没有在虚度光阴。现在是3:20，我感觉要走了。觉得我需要换一身衣服，但我还没有决定好到底穿什么。This. Oh, better. 鞋呢？啊！现在哥穿的天气真的是很舒服，没有很冷，前几天巨冷。好了吧。我问旁边那个小哥，他也在等32，他说下一班车要4:18，现在给我2个选择，我可以在这边等到4:18，我也可以滑过去，能滑几站是几站，看看能不能赶上，但是很大几率我会在滑的过程中错过那班车，所以让我纠结一下。3:52 Alright， 我还是要尝试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等到4:18，这个路不是特别好走。哦，第一个站，看地图还有差不多10个站。哟，再跟上，觉得我需要一个 Plan C。现在是4:07，我走着走着好像偏离了人行道路，车还没有到那个车站，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。还有一点点路，我过了这个桥就到了。Sketchy。赶路，赶路，赶路！我感觉我快到了。Well， 那你有 Boosted Board， 谁还坐公交车 ？OK， over there， jaywalking。等这辆车过去，我后面那辆车过去，还有2辆。All right。现在是4:28，哦，没有迟到，我整理一下。Wish me luck. Actually， 我走错店了。事实是在Hillary
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。事实在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 Panera， 所以我貌似走错地方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跟 meeting 那个姐们打了电话，然后我们决定就是说再改个时间再约，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天。现在我就需要想个办法回去。那我还能不能找到32路？下一班车29分钟，所以我现在过去应该来得及。我滑板几乎没有电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不好走，真的不好走。我没有看到哦。Anyway, never mind， 在这里。OK， 32路，半个小时。Come in. Thank you. OK， 我得老实说，录 vlog 还是蛮有意思的。